大平民众聚在烤肉架旁，超级兴奋。日本冲绳县石垣市18号举办烤肉大会，今年市民人数超过50000人，也借这个机会挑战写下史上最多人在同个时间、同个地点烤肉的今世世界纪录。2021年自己挑战，第一次的石垣牛参加民众要在5分钟内自己独立完成烤肉，而且不能烧焦。虽然有51位民众因为违反规定被判定丧失资格，但最终还是成功打破今年2月在墨西哥所创下的2180次人同时烤肉世界纪录。2021年自己挑战，第一次的石垣牛参加民众要在5分钟内自己独立完成烤肉，而且不能烧焦。虽然有51位民众因为违反规定被判定丧失资格，但最终还是成功打破今年2月在墨西哥所创下的2180次人同时烤肉世界纪录。2021年自己挑战，第一次的石垣牛参加民众要在5分钟内自己独立完成烤肉，而且不能烧焦。虽然有51位民众因为违反
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で、はい、喜んでおります。成功创下纪录，石原市长中山义隆表示，希望借由挑战今世世界纪录，让更多人认识石原岛，还有石原岛的美味食材。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。